维新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个一个清溪镇美食街里面的房子，大家床、冰箱、马桶、洗脸台搬过来房，就卫生间比较大床，还有朝南，可是前面挡住了，那这个是空调，那个书桌、炸冰箱，哎，不弄洗衣机、电磁炉灶。这个学倒是学的挺好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就是小仓库呀，不是一个衣柜，仓库。那么这里我都有看一下，咱们这样关一下，这是密码锁，这当这是鞋柜呀，鞋柜，鞋柜看过了吗？这个在床上，这个就是衣柜，衣柜小，价格便宜，位置超级好，就问题衣柜小，其他问题都没有，房子是挺好了，这样子。朝南射一点点的阳光，前面，前面是这样的，前面房子看到了吗？这，我是金公公，能快一点过来搞定。